大家好，我是北上西万七哥。这个黄绳已经在地里晒得快干了，今天刚好那边有大花绳嘞，俺舅和姨夫都过来帮忙大花绳嘞，人多了也大，一会儿弄好了。这落实人青春园会找不着做活了啊！干活没有没？啊？捡狗的。现在正是弄花的时候，俺家那个花上已经打了两车了。开始要长队，估计在那边打要做中午了，休息吧。两亩地的花生，三个人薅了两天，用这个机器啊，不到一个小时打完了。今天温度比较高，花生在外边晒两天都可以卖了。今天的收成啊，价格都可以，现在是3块钱一斤。好了，今天咱的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媳妇儿做的鱼肉汤，给大家吃饭了。